最近我聽到咧話啲筆跡好犀利，睇筆跡可以了解到一個人，係咪即係如果寫字寫得越大，個人就越自大個窿？不如揾個專家出嚟同我哋解釋下好冇？今日嘅嘉賓筆跡專家 Maria， 一陣咧，我哋俾啲字你睇，你分唔分析到究竟係邊個寫啦？呢啲字母之間好貼嘅，佢唔會悶嘅，即係佢啲生活嘅細節咧，佢想俾嗰一啲咧驚喜人哋嘅。我估係美姨，係啊 ，AM 730，Auntie你好，今晚7:30，Feel TV。